这场比赛啊，上半场八分钟比赛开始，由黄队呢先持球进攻。在黄队的部分呢，其实三位先发的选手呢都是有篮球底子的哟。面对到了蓝队的部分，黄宏轩可能一个人压力会比较稍微大一些。是。比赛开始，彭尊先传给好球，向周一个上篮，结果裁判吹了犯规。犯规犯规，这个两个人小组搭配蛮好的，空手切入啊，接到队友的传球。其实空档是创造的还不错。正式的 FIBA 三对三的球赛啊，身体对抗的强度是非常的高的。如果身体没有失去平衡，照理来说裁判其实不太会去吹犯规。辉煌落位，蓝队的部分呢，其实正中啊。以杨188公分是最高，但他不会打篮球啊。对，所以就要让队友多分担一些。是，黄家有一个传接，有彭尊三分外线出手，黄世强来吧，一个火锅，黄龙轩接，不要进掌握球权，中距离的抽手，又进球。徐伟杰一手划过，划过不犯规。曾义翔。没有犯规，我们罚了。黄队自己有了，尝试两分，有。现在是两块进一分，是一分哦。刚刚应该是踩线了。我们常说 long two 啊，这是 long one 哦，远距离的一分球。现在黄队换人哦。黄队再次做出了球员的替换。哦，上来就见收了。有徐伟泽，现在黄队3-2，一分领先了。侯轩打进去，你不要投外线，你投不动的，你要把话听进去。想进去，哈收 play， 再来，准，快点准，很大的空档，再来抢。好，一个 long rebound， 黄队抢到。好球。这个时候，裁判吹出了一个犯规，是一个防守犯规。对，这个并不是出手的犯规了，前面已经先犯了。红军下场，稍微防守，对，也换人了。对，还有可以，林家佑退场，要打进去制造犯规，因为投外线你们会推面包，不要投外线。上半场结束还有4分35秒，有了，有，打进去，你要过他。没事，防守，没事。黄队有外线，加油上去，有了，一点，漂亮，出手两分，有。目前黄队是10-4领先。队友还没有跑出空，太远了，没有，接，侯住，可以就出手，可以再来，侯住来，上了，空档，还一把的空档，漂亮，篮板，我自己要捡到球，有了，洪尊，队友要小心他的外线，今天蛮准的哦。秒数，外面交，这个空档出手，哇，零次，不是，洪轩你要打他，对，哇，这个出手手腕，他的手腕的动作非常好，黄洪轩得分，好球，再来，线出界，球权转换。对，要记得哦，这个3-3哦，不是我们篮球的半场。洪轩，你要打他，你要打这个点。还要不要去拿球？靠近篮筐啊，那个场地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左右两边没有变。好球，我是15×11。哇，这个球硬打打进了。很好，防守，不要放掉。辉煌，林辉煌，继续守，有了，83公分高，这个球也爬进，马上还颜色了。先犯规！哎呦，这个球硬夹冲过来，连线，13-6，篮板，黄队领先外线，这个出手有，对，不要漏外线，投进了一个两分球，这球出手有点太勉强了。没有，哇！再是一个黄球，防守，靠黄宏轩，黄宏轩啊，追赶分数喽。对，现在只剩下3分的差距了。哇，这边宏轩打进去，有，再是。
兴趣。及时雨啊，稳住阵脚，15-11啊，黄队四分领先。接球空手，接球之后，这个是第三的我，接球漂亮。现在要换啦，这一定要换啦。这个妙传助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这个球你们跟不到，要换了。有了，时间点算的恰恰好。哇，这个防对于来讲是大补，对于蓝队来讲大伤啊。加罚也弹进，17-11了。黄轩的出手，漂亮！后仰式跳投，黄轩外线出手，对，反应也好，精彩！黄轩又是一个外线，两分进球，19-10，对，领先7分。哇，他们很拼，能够拼到地板上去，没错。哇，这个黄宏轩跟彭尊真的是对上了，你进了漂亮的一球，我马上还你颜色。有了大空档，就是林志宇，防守进了外线，个人也拿到了8分呐。现在林志宇跟彭尊两个人呢，各得8分呢，是全场最高。再抓到篮板，再抓给彭尊。洪俊已经得分上双了，拿到了10分，全场最高了。好，比赛结束，这场比赛黄队最后是23-12，打败了蓝队，拿下了球赛最后的胜利。